欢迎你来跟书燕学中文。这里是幽默中文，请看失望。一位画家举办个人画展，一位贵妇人来到展示，站在一幅画前面看了很久，说："我要是能认识这幅画的作者，那该多好啊！"站在一旁的画家走过来说："夫人，我就是。"贵妇人说："这幅画太美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画里这位小姐穿的裙子是哪位裁缝做的？"好，接下来我读一下关键词。失望，画家，举办，画展，贵妇人，裙子，裁缝。好，最后我再用正常语速把这个小笑话读一遍。一位画家举办个人画展，一位贵妇人来到展示，站在一幅画前面看了很久，说："我要是能认识这幅画的作者，那该多好啊！"站在一旁的画家走过来说："夫人，我就是。"贵妇人说："这幅画太美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画里这位小姐穿的裙子是哪位裁缝做的？"这堂课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Special thanks to Dr. Liang.